教官国际工商经营研究社二月七八举行第三十届月例会，馆长为民国以莅临首都皇宫大馆为题专题演说。魏馆长毋忘手上会当含官府做伙努力，为中华馆莅临甲工业发展拍拼。这个中美港区啊，诶，这个一百四十公顷，全台湾最大的地面型的太阳光电厂，已经大家按年底吼，对当发电啦，会当发电啊，一边施工一边发电，所以咱后盖咱的这个太阳光电的这个发电的容量。那广信息也便是彰化县的工商经营研究社哈，简称 IMG 哈协会来哈，带着我们的县长今天来做我们县政哈这几年来这三年来的建政说明哈，包括交通建设，包括违章工厂的处理方式哈，包括很多他未来要做的事情哦，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由IMC 的卢义坚卢社长哈，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县长到这边来做一个很详尽的彰化县县政的一个说明。然后对于我们中小型的企业呢，未来在彰化县如何的发展呢，能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让所有的中小型企业呢，如何的应变的说如何由县政府提供的资源呢，能够广泛的呢拓展业务，深耕在彰化。魏馆长在演说中间强调，推动绿能是一项长远会当毋忘的目标。伊坚持做对的代志，在国家能源发展政策下，配合县府团队的努力，加上彰化县有世界级独一无二的环境，伊相信彰化绿能产业是未来明日之星，是全世界聚集的绿能热点。彰化将来会成做绿化风机开发的重要城市。公益频道丁华韵何美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